今天接了一个哄女朋友的订单。哎，就算是分手，你也去见她一面嘛。哎呀，我说了我不去。不是，哎，要不给你唱首歌吧？我唱歌很好听的。哎呀，你别闹了，我周末找了份兼职，我要去上班了。哎，你为什么不自己去找她呢？她不让我去。那你放弃吧，她去兼职了，不会来了。哎，我一个月工资4000已经够我们花了，她还去兼职。你都不知道我对她有多好，我巴不得天天陪着她。你知道什么叫对一个人好吗？不是陪着她吗？你要是想对她好，就应该给她买最贵的包，让她穿最好看的衣服。下了班，她可以坐在豪车的后座上，回到家可以躺在别墅的沙发里，别人的女朋友可以坐在游艇上吃法餐，凭什么你的女朋友要跟你在街边吃麻辣烫？她可以跟你吃苦，但这绝对不是你不上进的理由。爱一个人就要给她最好的生活，而不是像你现在这样。今天接了一个买荧光棒的订单，要求特别亮。你好，那个这是给您买的荧光棒。你见过荧光棒吗？这不就是吗？我跑了好几家五金店买的，挑的功率最大的，特别亮。好，而且你见过特别亮的小星星吗？小星星，你说的是哪一种？就我鞋上这种，你看看。这没有啊，这上面。哎，今天接了一个陪滑冰的订单，虽然你们很欣赏我的拍照和唱歌技术，但我最拿手的是滑冰。你会不会啊？你闹呢？滑冰最早在13世纪的英国盛行，19世纪末才传入咱们国内。我们家是滑冰世家，祖上四代都是滑冰大师。我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学的就是滑冰专业，后来是转到了跑腿专业，回国以后才干的跑腿。这么厉害啊。大师，起来吧。你说你长得这么漂亮，怎么不找个男朋友和你一起滑呢？能亲得到的不想要，啥都得不到啊。这外卖怎么扫啊？怎么收？不是，刚才有人撞了我一下，然后掉地上了。我要不再给你买一份吧？对不起啊，这真是，对不起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你也挺不容易，反正给老板吃。那老板生气了怎么办？老板是我爸。今天接了一个送电影票的订单，还让我捎句话。宋波老师，你吗？啊，对对，来票。好嘞，谢谢啊。哎，等一下，你朋友昨天看完复联四，说有个消息要透露给你。哎，别剧透，我要自己去看。他说这个消息特别重要，你确定你不要听一下吗？算了算了，那你说吧。他昨天看的时候，看到你女朋友和一个男的一起去看的。哎呦我的妈！我刚才接了一个帮女朋友买包的订单，我现在已经到了，准备进去。我已经确认过了，就是这个包。你好，这个多少钱？339。这么贵？啊，好吧好吧好吧。我到了，他让我在这等他，他还不知道我给他送的是什么，因为客户让我保密。啊、哦，就是他，就是他。你好，你好，这个是送给您的那个。哦。有个客户让我来这里取一份寿司，里面有一个小姐姐，我准备去撩她一下。你好，我过来取一个东西。你要取什么？取你可以吗？我有男朋友了。啊。其实我来取寿司的。豆友们，我又来了，我去给你们要微信，等着啊。你好。哎呀，又来了。对呀，又是我。那个小姐姐，你的微信能给我一下吗？他们让我上次视频火了之后，他们要你的微信。是你想要还是他们想要？我都想要。刚才接了一个给女朋友道歉的订单。琪琪你好，你男朋友让我给你道个歉，让你回他的微信，然后还有这首歌送给你，就这样被你征服。今天我接了一个遛狗的订单，来给各位狗友看一下，这个哈士奇长得特别可爱。来，哎，别跑别跑。大哥，我都追了你几个路口了，能不能别跑了？你说你长得这么可爱，怎么这么不听话？我刚才接了一个订单，那客户正在家打游戏呢，他让我把手机送到公司来，然后再拿回去。他让我拿着手机到他们公司门口，打开无线网，打开蓝牙，然后再打开钉钉，这是干啥呢？这是。看一下我刚才抢这个订单，去我女朋友宿舍楼下，喊她
让他回我微信。我现在已经到这儿了，我已经确认过了，就是这个四楼。我要开始了。王佳宁，你男朋友让你回他微信。王佳宁，你男朋友让你回他微信。王佳宁，你男朋友让你回他微信。抖友们，我今天得干个体力活呢，有人电动车爆胎了，我去帮他推一下，我现在就准备过去。哎，你好，那个电动车坏的那个是你吗？是我，是我啊。前面有个坡啊，我实在推不动了，你帮我推上去吧。哦，行，好好好。那我点完成了。啊，好好好，那电动车我就给你放这儿了。好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没事没事。那你要不要进去歇一会儿啊？啊，不了不了，我刚才电动车停路边了，我得赶紧回去了。我已经习惯一个人走在街头，用时间将来回忆赶出我胸口。你好，给您送的鲜花。好，谢谢。麻烦给个好评啊。嗯，好的。说好的要给好评，你为什么不给？你算什么客户？你要尊重过我吗？要不然送件衣服吧。你根本不知道我想要什么，现在就给我好评，赶紧的！叫过的跑腿，点过的外卖，打过的车，网上买的东西，说好的好评都给我补上。我都已经给过了。打电话给你的朋友，让他们也补上。姐，最近买东西给好评了吗？喂，小智。嗨，老王。娜娜，最近点外卖给好评了吗？还有你的客户，答应我，说好的好评一定要给，好吗？